主，你已救赎我们，造就我们，为你称赞。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已救赎我们，造就我们，为你称赞。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因为我们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写在经下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琴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用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琴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用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用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会等教会的梁牧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网上崇拜。下个几日，12月13号下午，我们有给会友的会等教会回顾及前瞻的聚会，用英语的进行。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请你到教会的网页注册。行政方面，月理计划为2020年到捐献公司的股票给教会的话呢，请你于12月16号星期三前联络你的证券公司，以确保12月31号前完成交易。如有问题呢，请你电邮我们教会的财务部。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教会各个牧区都有不同的圣诞的活动，详情请你留意你区牧发布的消息。下个几日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新篇章中的盼望的系列，今天的主题是宽恕罪恶的神。请听我恭敬地读出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章1到8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看着说，预备主的道，受指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传递还有耶路撒冷的人都除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粗皮带，刺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派遣能力更大的耶稣基督来到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如何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你，学习如何真心的悔改，成为你的好见证，与我们同在，开通我们耳朵，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你还记得福音是什么意思吗？啊，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啊，所以呢，我特别这样说，就是耶稣基督好消息的起头，是不是比较原汁原味，对不对？弟兄姐妹，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呢？我在 Facebook 上面呢，有一个朋友有生 baby 啊，等了很久啊，10月怀胎，对不对？终于等到了，那个是好消息。另外一个弟兄他买了一台车。Wow, good deal! 他就是很省钱啊，他
计算以后，他三年里面总共只是给几百块钱就拿一台车回来，哇，那个非常的好消息啊！江湖传闻呢，要等很久才有那些 good deal， 是不是？等到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还等什么？就去买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好消息呢？将来会有的好消息，当然就是我们的疫苗吧，对不对？疫情里面我们不能出去很惨啊。江湖传闻要下一年才有那个疫苗，如果那个是有效的话，真的是好消息啊！如果是的话，我们还等什么？对不对？那些都是今天很多人的所谓的好消息，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些好消息，我们是讲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用重价流他的宝血，以致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绝句，这是没法比较的，对不对？ Amen。 弟兄姐妹，车会破掉，疫苗不能保证你长生不老，对不对？人出生讲的消极一点，都会死掉。只有福音能够给我们永生，有永恒的价值，对不对？你应该听过一个广告，就是钻石很久远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存那个广告嘛。我昨天上去也看了一下，原来今天还有。这是卖什么的？钻石，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他在卖一个更高级的东西，就是永恒的逻辑，永恒的感觉，对不对？你想一下，一对小情侣快要结婚了，很爱对方，他要买一个钻石，虽然不是很有钱，他是看见一句 slogan， 哇，永恒的价值很贵啊，再看那个钻石都不是那么贵了，值得的，对不对？他就刷卡，那就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那个福音是最恒久、最有价值的，是我们最值得用我们精心那个世界我们这生命、我们属灵的一个 credit card， 我们要刷给我们的永生。因为那个好消息是没法比较的，只有福音才能够给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这才是好消息。 Amen。 好消息在以前在旧约里面呢，在希腊文献里面旧约文献里面都是有关打仗的，就是当你 打胜仗以后，就有一个使者就跑去城里面就说，好消息啊，我们打胜仗了。所以在当时来说，好消息是有政治的意味，但是好消息在马可的思想的架构当中冲破了有政治的含义，冲破了政治军事的层次，因为这个好消息是没法比较的。正如以赛亚书52:7，他怎样说？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心传救恩，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好消息在这里意味着神最后的拯救， Amen。 这才是真实的盼望，不是一种感觉，也不是一种概念，是真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等什么的好消息呢？也许我们都很关注我们很关注我最喜爱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把那些世界的消息盖过了信仰里面生活的消息一起床就看新闻，其次灵修，甚至不灵修，会不会？那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你要悔改悔改就可以了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看球看足球，看新闻，看电影，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对不对？但是这些都不能跟我们的盼望比较，只有福音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今天终于等到了 Amen。 我们很幸运你知道吗？以前的人
真的没有我们那么走运啊。以前的人呢，好消息那个传闻，江湖传闻已经传了很久了，很多年了。等到天荒地老啊，等到花儿也谢了 ，OK。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二到三节里面，马可一口气贯穿了超过上千年的江湖传闻，来论证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报喜讯的使者。他怎样说？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句话啊，包含了老中青三代的旧约的预言内容，分别是出埃及记23:20，以赛亚书40:3，还有马拉基书3:1。有时间你可以查一下。盼望那么久的预言终于来到了，他是说，就是那个呢，照这话就是约翰，他来了。弟兄姐妹，做什么呢？如果我问你，神的使者来到，你会做什么？我会庆祝，我会不停的叫啊，好像看演唱会一样啊。但是约翰没有叫人去庆祝，他反而怎样说？他说，要传悔改的洗礼啊，要把罪啊赦免，要我们承认他们承认我们的罪，对不对？传好消息的约翰，说明救恩的第一步不是庆祝，而是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打从心底里面去回转，以致你能够在行为上面改正过来啊。说多一遍，悔改的意思就是要打从心底里面回转，以致你的行为能够改正过来。弟兄姐妹，罪就是分隔人和神的关系的凶手，所以要与神和好，第一步必须要处理罪这个问题。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对不对？漏水先灌就是爆水管先灌那个水种子，对不对啊？我上个星期有一个姐妹，她爆了一个水管啊，就是突然早上没有水，她出去看见哇，喷泉一样，她找不到那个种子啊，她没有那个痣啊，很幸运，她有着那个弟兄帮忙打电话过去，她就过去啊，她很聪明啊，她知道路边有一个石板，她要很辛苦的打开，就挖一些泥出来，泥土出来。还要伸那个手进去去找那个按钮才能够关那个水。他说很辛苦啊，但是他把水关了，要不在旁边不停的擦擦擦都没用啊，对不对？那个姊妹很幸运啊，在主里面有那个弟兄，我们今天也很幸运哦，在我们有施洗约翰提醒我们悔改就是那个种子，我们要悔改，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打从心底里面回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你发觉嘛，就是我们悔而不改啊。我们顶不住啊，我们又要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又顶不住犯罪啊！真的经圣经很好，就是说有两个律在里面，对不对？好像我们又要健康又要抽烟一样，对不对？以前我在中国做事的时候，陪人家去买烟，那个人叫我，哎，你要买烟必须要买有中药成分的烟。我问啊，怎么解？他说因为健康。我说哈，你这说什么？他说对啊，你有中药的成分里面就清嗓子的。我说啊，神经病啊你。你要清嗓子，你要喝那个黄老几啊，对不对？你要健康，你要做运动，你也不要抽烟嘛，不上不下的，对不对？怪怪的。
弟兄姐妹，当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不上不下。今天带给大家箴言28章的13节，我们一起读好吧。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我们必须要承认认罪，还有离弃，不能分割的。我们今天有悔改的两步局，第一步是什么？打从心底去认罪，就认罪才有机会。第二步就是借助圣灵来改正。OK， 第一步就是打从心底去认罪了。我们常常徘徊在这一步当中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认罪是真心的，但是有时候祷告认罪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仪式啊，很有仪式感啊。有没有试过啊，弟兄姐妹？仪式感会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流水作业。OK， 其实有时候我们祷告都是充满仪式感的。有没有试过在吃饭的当中啊，我没有祷告呢？哎呀，我都忘记啊。也许因为你的祷告非常的仪式感啊，你不记得了啊。有时候就算去教会也充满了仪式感啊。有基督徒去教会，哎，我应尽了我的义务了啊，这仪式感啊不太好。认罪也是一样，有时候哎，没有什么大罪嘛，那就充满仪式感的随便认一认，交代一下就算了，对不对？我的女儿好可爱啊，我们每个晚上都祷告啊，我就问她，哎，你认罪吧。她说我没有罪，我今天没有犯错，怎么认罪啊？你想一下吧，肯定有的啊。她说好了好了，主啊，如果我真的犯错，我也不知道，你就原谅我吧。他是这样说，他还小，希望他以后不会这样啊，慢慢长大就不会了。我相信，在路加福音里面啊，他记载啊，当年很多人去施洗约翰里面受他的洗嘛，当中呢有很多有头有面的人啊，很有地位的人，例如当兵的啊，当兵的，例如啊做税吏的。那当兵的跟现在的很不同，当时当兵的有武器啦，孔武有力的，对不对？能够欺诈平民啊，正所谓有权就有面子，对不对？以前的税吏啊，也不是今天的 accountants， 不是报税啊那么简单。以前他们是汉奸，他们呢就会又可以欺诈平民百姓的啊。好多钱捞回来的啊，正所谓有钱就有面子。但是约翰，施洗约翰不给面子，他怎样说？他这样说，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上称。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掉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啊，施洗约翰真的不给面子，反而好像一巴挂下去他的面，对不对？其实人家来就算了吧，对不对？有时很像今天教会一样，肯过来已经很好了，给点面子好不好？约翰说不好，我不给面子。因为约翰最在乎的并不是来的人数，而是在乎人真的要悔改。那我不是说去教会不要点人数啊，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只是说，最在乎的要人真正的悔改，以致得救。Amen。对于约翰来说，洗礼并不只一个仪式那么简单。以前的人啊，很久之前旧约的人啊，对于那个仪式，洗礼的仪式十分的讲究的啊。他在水是当时候宗教礼仪上面最洁净的工具啊，要做错事就要洗了啊。例如你要皮肤病啊，又要洗；你碰到一个苍蝇，你也要洗啊之类吧。所以以前的人经常要洗，他怕得罪了神而中招。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疫情里面怕中招一样，对不对？经常要洗手啊啊！但是约翰所关注的不是外面的洗，是里面的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疫情里面怎样洗你的手，你的心就怎样洗吧，对不对？他怎样说？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要冲破礼仪上面的认罪，必须打从心底里面来认罪，就像在疫情里面打从心底的去洗手一样。弟兄姐妹，洗手要打从心底去洗的，对不对？在疫情之前，我们是充满仪式感的去洗手。”因为反正我知道我不会生病嘛，我就洗两洗，就擦擦在屁股里面擦擦，那就走了。现在不同啊，现在不能够这样。现在我们要检查每一个地方脏不脏，20秒啊。有一次我，其实我在疫情当中才真正学会如何去洗手。我就叫我的女儿嘛，就是刚刚疫情开始，我你要先擦，先擦，之后手指头。手指、中间还有手背，那就可以了。我的女儿告诉我：“爸爸，你什么都不懂的。”我说：“怎么解？”她说：“学校里面的老师不是这样教的，你还要洗这个部分，还有手罩啊，这个是不是？这里也要洗。”我说：“嘿，不如、洗罩吧。”真的，我们真的要检查每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怕中招。内在的洗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给我们自己面子啊，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检查自己的心，看看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Amen 啊，我们不如现在就检查一下吧。加拉太书5:19-21，他说：“情欲的事都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正经、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实质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你中了哪一种罪呢？是奸淫吗？是拜偶像吗？还是邪荡呢？其实呢，我认识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没有做以上的事，起码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不需要是基督徒啊，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要说要从打从心底里面没有的话，就比较难了。例如有人赞美你旁边的那个人是帅哥，没有赞美你，你会妒忌啊。政治立场不同，有时候情不自禁的有一点小小的纷争也会的。你也许会好享受人家赞美你侍奉的很好，拜偶像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检查，必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心里面是有罪的。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呼吁你认罪悔改。神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面肯定不能承受。但是同时，神也非常的爱我们，他有慈爱，借着耶稣基督宝血，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这个是十架的救恩。你想一下，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用他的义来到顶替我们的不义，我们不能够站立的稳，我们今天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亡，解释我们的罪。他是神的儿子，死亡不能拘禁他。感谢神，他复活了，圣灵在我们当中也活活泼泼的在我们中间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圣灵现在呼唤你，呼吁你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独一的救主，一生跟随他。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主的管教，在他的严厉还有慈爱中，慢慢更新而变化吧。
约珥书记载了以色列因为被罪啊，因为犯罪被神惩罚，警告先知约珥呼吁以色列要认罪悔改。一方面呢，他表达了神非常的严厉，有审判，因为神有公义的。他这样说：田荒凉，地悲哀，众人的喜乐都灭尽了，消灭了，这是不能承受的结局。然而，先知约珥有表达了神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慈爱。因为虽然以色列当时犯了很多的罪，神依然呼唤一个祭司要认罪悔改。他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呼吸、悲哀，一心跪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跪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你察觉到里面有什么罪呢？如果你现在还是认为自己没有罪的话，你也许会说：哎，我没有犯法呀，我没有闯红灯啊，我比他都好啊。我要把说话放在前面，你暂时还没有条件去信耶稣不是我们不欢迎你，我们很欢迎你，但是你的 timing， 你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也不是不正常的我以前也去教会，我去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罪，神会给你有一个 timing， 我们在等你，等到你真的认罪悔改，天使一同欢呼，好吧。但是现在如果你体会到神的圣洁，真的明白体会自己真的有罪，又或者你犯了一些罪让你觉得非常的内疚，甚至觉得神没可能原谅我的，因为你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话，你的心好像被刀砍了一下那个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里面说是扎心。如果你有扎心的感觉，圣灵现在跟你说，虽然你犯了这些罪，但是你还有机会，一心跪向神吧，打从心底把你的罪陈列出来让神看吧，把你的羞耻、呼吸、悲哀与你的心一同撕裂吧。如果你这样做，神肯定回心转意，不再责备你，并且为你留下余福。因为你看，但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使犹大还有耶路撒冷恢复故业之时，我要 highlight 的是恢复这两个字，神还会恢复你， OK， restore。 所以你要信主，你很认罪，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太迟了，我浪费我人生里面那么多的时间。我告诉你，神可以借着他的圣灵来恢复你。很多例子的，我在网上面看见一个例子，一个见证吧。以前有个人是老千，很成功的老千之后 somehow 他就信了主之后呢他信主以后就不但老千了。有一次他在教会里面就看见一个赌徒他就赌钱的他竟然可以那个赌徒说你竟然可以把我的心路历程都说出来，哎呀，他真的扎心啊，他就来教会了，他信主了。那个人就说：哎，没有白费啊，我以前的那个时间神会用我。他就立志跟随主，他去读神学，后来他真的当了牧师，他后来开了一个教会，是大复兴，哇，真的是神的恩典， Amen 这就是好消息啊。就如约珥书的预言也说他怎样说，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姐妹，只要你肯认罪悔改， Holy Spirit 圣灵就会来到你的当中，圣灵就可以让你做悔改的第二步，就是借圣灵来改正。刚刚那个约珥书那段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对于当时候就业的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神的灵竟然可以去到任何人当中，不会吧？以前神的灵只是去大卫啊、先知啊、皇帝的啊，不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就好像跟你说啊，跟以前的人说，哎，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电话，随身携带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 iPhone 啦，对不对？不只是电话了，我们连看电影啊，就是玩游戏也可以了。但是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对不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神的灵如果能够，如果能够真的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消息。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啊，圣灵在五旬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大家突然会说别国的话来，对不对？有一些人看见有人说英文，他就说英文；他说泰文，他就是泰文；闽南文，他说闽南文。哇，好厉害！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呢？啊，原来圣灵已经降临在信他的人当中。当时候，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讲道里面，就是用刚刚约珥书那段经文预言来开场，并且论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他看见，他说：“你看见吗？See，他已经来到了，你看见吗？”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反应，他说不是庆祝，而是要悔改。经文这样说，他说：“啊，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扎心。”就对彼得还有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到悔改、受洗，让我的罪被赦免，就是领受我圣灵。彼得说到圣灵，就是呼应了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施洗约翰最后的一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耶稣基督十架上面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救恩，使我们有活活泼泼的盼望。弟兄姐妹，你应该如何去回应他呢？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行呢？路加福音也记载啊，当时候使徒约翰在讲道嘛，听到的人也问他同一句啊，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问哈。你要记得，当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使徒约翰其实都叫他们做什么呢？做应该做的事，例如不要强暴人啊。老实说，很多人都做到了，不需要基督徒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但是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终于等到，我们要听彼得刚才的说话，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悔改，要受洗，我们要把我们的罪被神赦免，再接受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只要现在我们肯悔改，圣灵必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也许你会问：“哎呀，不是信了就算了就可以了吗？”哎，怎样说呢？就是大家都是移民过来，很多人啊，对不对？你移民，你通过以后，你起码要收拾行李嘛，对不对？要买机票嘛，很多东西要准备嘛，对不对？基督徒也是一样啊，那个是我们成圣的过程，神就要在我们那个过程里面慢慢改变我们的心，更新而变化。最近呢，就是这几个月，哎，很多人说：“哎呀，你的样子那么，你的脸为什么那么黑的啊？是不是很不开心啊？”我说：“没有啊，我很好啊，没有啊。”但是不止一个人跟我这样说，
哇，我就开始担心了。我在想，为什么呢？也许呢，我先告诉大家，如果你看见我这个样子，第一就是也许我没有见人太久嘛，常常在网上面，其实我跟你对话的时候我不会这样。第二就是肯定就是我的眼睛不好，近视就剩了所以我现在戴一个眼镜呢，就看得清楚一点，就没有这样啊。所以你看见我的脸是黑的，你不要生气啊，你要可怜我啊，你要怜悯我其实呢，我跟我太太聊我的样子嘛，我说我吃饭的时候，我问她，哎，是不是真的很黑？她说是，那怎么办？她说你去整容吧。我当时我就想，哎，整容很贵的。我的女儿就说不要整容啊，失败很难看的。她这样说，弟兄姐妹，你的样子出现问题没法改变的，其实对不对？但是你的心出现问题。有办法耶，因为圣灵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其实很多见证的，你去心火沸腾了，你去看很多，就是之前他是这样的人，之后哇改变了很多见证，感谢主。我之前我常常说我自己了，妈妈说我死性不改嘛，脾气不好，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住。现在我很有信心告诉你，我脾气还不是很好。但是已经好了很多 ，OK？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今天我的脾气，不会控制我，是我控制我的脾气。圣灵大大的帮助我，我感谢神。所以本性是不难移的，只要你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独一的救主就可以了。所以你认识一些人呢，脾气不好呢？带他回来教会了信得我过的话就介绍给我，让他跟我聊聊大家帮他祷告祷告刚才在加拉太书呢，我们看见人心里面很多的罪，对不对？我不再重复了我想找一个例子，就是男生很容易心里犯奸淫，对不对？不是你想的，但是他自己会跳出来的你控制不了的，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每一天很认真的去看自己里面的罪坦诚的陈列出来，让神知道，在不知不觉里面神就会改变我们，就是那么简单。因为你什么时候撕裂自己的心去悔改，圣灵就什么时候洁净你的心，帮助你改正。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他这样说，他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Amen。打从心里里面的悔改，不是人能够做的，但在神凡事都能。其实神比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罪，我们也许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我们的伤口一样，神只是想我们把我们伤口敞开给他看，他不是要受辱你，他是要医治你。你不敞开，他怎样医治你呢？神很爱你，弟兄姐妹，记得神很爱你。记得人能够做的是人的果子，圣灵能够做的是圣灵的果子。很多时候人良心过意不去，就有很多方法去平衡自己的良心。有些人就去行善，有些人放生积累功德，有些人去捐钱积累福德。他一边积德，一边又犯罪我们今天要记得，不要一边抽烟一边润喉，一边清嗓子，一边要健康，没可能的。我们基督徒也不能一边犯罪，一边认罪。我们要对症下药，立志认罪悔改，撕裂自己的心。让神饶恕你，让基督耶稣的救恩临到你，让圣灵帮助你，培养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超自然的事情，不是人能够达成的结果因为神的灵培养出圣灵的果子。 Amen。 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读好吧。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希望弟兄姐妹今天能够记得两个基本的步骤。第一，就是打从心底去认罪，天天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就可以。第二步，借圣灵来改正。希望大家都能每一天撕裂自己的心，被神每一天饶恕还有洁净，每一天被神撤毁，每一天被神重建，结满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想我们好，你想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敞开让你医治。神啊，就求你医治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慢慢的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你的教会，就是你的见证，让旁边的人看见，哇，这些人真的有神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在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来教会，相信福音，相信那个好消息，继续与我们同在。圣灵继续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得不平凡，成为一个真的得胜有余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生命为你而活。
深讨你喜悦，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谢谢各位跟我们一同在网上崇拜，现在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同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但愿耶稣基督你的恩惠，上帝父神你的慈爱，圣灵给我们的沟通跟团契，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Amen。